哇塞！其实他，我感觉他是比较像上师兄。然后呢？因为他有出自己的就是作品，而且、哎、呦，而且他是我们那个明日之星的第二个百万得主。哦，台语组第一名的啊，对啊，而且他第几届了？这是第几届了？没有，第二个台语的，对，哦、第一个台语，可是第一名人当时是那个谁？曹雅文，对，嗯、对他，而且他以前也是八大的选手出来，哦、真的，他唱歌超强，真的。老板，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现场来介绍专辑名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不是啦，你要听到他现场的功力。人家还没得到冠军，我让他唱干嘛呢？对啊，我先让他先干，好好讲一下专辑。哎、欸，讲专辑已经是最大的扣了。八大来的，对啊，出来的、哦、不是你是第一的嘛？他第一次来嘛？谁问第一次主持节目啊？我们两个第一次，我们两个也不是第一次啊。不要跟我谈论什么第一次，不要讲这个啦。对啊，好，发行的新专辑，最爱最爱最爱哦。许富凯，是的，新人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得到冠军才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歌喉啊！没错，我这已经算是过水，让你好好来介绍专辑。谢谢谢谢，我就直接跳过不主。哎、欸，真的是谢谢莫大哥。真的，一般我跳过不访问了哈，来 Apple 摸他拉落地的，怕怕落地。哦，有啊，有。这是法文来的哦。它是中文吗？中文啊，倒过来念就是法文。哦，好难啊！哎、欸，有它中间的副歌，有出来很清楚，有一些 keyword。好，因为这是第一次玩的，嗯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给大家听一次，不扣分，不扣分，哦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要好，我看一下哈。这二十分嘛，嗯，听一次不扣分，也没有什么样，再给你们听一次，还是我提示也不扣分，提示就好了，提示就好了，好了。对啊，他即将又要在台湾办演唱会，哇哦，陈奕迅这么厉害，来告诉陈奕迅的什么歌？陈奕迅什么歌？就是爱情转移，但是很像，你觉得是爱情转移？感觉是，凭你感觉走，爱情这样猜就对了。恭喜你们两位，答对了，一口气念气对了，上面太多了，对，给搞的是给搞晶晶，对，想太多了啊，那我自以为国人造诣不错，那熄灯，再猜哈，那个气是对的，请讲答，来，都没气，对，应该是对的吧，你很坏，我哪有很坏，我对你这样吗？因为等一下可能我是错的，没有哦，所以是没气了。是煤气还是煤气？煤气。煤气。我等你的电啊。对对啊。好，那到底是不是答案呢？请问 VCR。哦。首歌名联想至歌，哎，对不起，歌手讲什么东西啦？讲什么东西啦？将歌手的名称联想至歌名，这一题是罗志祥先生发明的。哦，这是我发明的。啊，天才。麦林贡。好，游戏规则不用再跟大家讲了吧？应该都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来那么多次的。对。因为罗志祥，所以我才要听听刘德华。来，告诉我是什么歌在里头，请抢答。来，晶晶。因为独一无二，所以我才要天天练习。为什么独一无二，我还要天天练习呢？对啊，因为你独一无二，所以我要天天练习跟你相处的模式啊。嗯，对哦，不是，这样你就觉得不够对，那个文法不对了。对啊，罗志祥还有什么？但是这个是对的哦。哎，但你一定要答对两个才可以算。是对的，练习是对的。前面是什么？但是前面是什么呢？因为怎么样，我才要需要天天练习。哎，有可能是因为我不会怎么样，我不会说做饭。哇，我不会怎么样，有可能哦，对不对？什么之类的。哇塞，这也太泄题了吧！我才要天天练习。罗志祥这首歌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红，堪称他的这个慢歌一绝。好，提示，这首歌的 MV 跟林嘉欣。林李。啊，林嘉欣。太简单了。有距离的恋爱。太简单了。那个，他在法国，我在台北。啊！怎样？我突然想不起。有人踩到你的脚。歌名啊！我常常都会说的。哦，请抢答。你要讲请抢答。来，熄灯。请抢答。来，
不会唱歌。啊，因为我不会唱歌，所以我才要天天练习，合理嘛？对，因为我不会唱歌，所以我才要天天练习，对吧？那不对，不合逻辑了。第二题，气象报告说今天是莫文蔚，而且会降温，所以出门要记得带动力火车。来，告诉我请讲答案。哦耶 ！Yes。气象报告说今天是阴天，而且会降温，所以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外套。哦，很工整。阴天，外套。对啦，这是工整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哎，不要靠师姐啦，啊、哦，师姐讲的不要理她。对。接下来，老板，我的汉堡不要加杨宗纬。